小的愿望呢？其实对我来唱呢，其实对我来说呢，每一次唱这一首《为你而唱》，都像是在实现一个我想要给你们唱歌的愿望。你们还有什么愿望啊？我可以默默的放在心里面，但也可以呢留言给我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我会尽量的去实现，不能说每一个愿望吧，我会尽量再去实现大家的愿望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应该是第一次在海外唱这首歌哈，叫做《深度对话》。对话，他问我这是现实。